林忆莲自2001年起同比佢细11岁嘅音乐人龚石良拍拖，两人一直都表现恩爱。每次忆莲开演唱会，男友都一定系佢嘅御用鼓手。呢日两人同时喺社交平台度发出一段中英对照嘅分手声明，表明佢哋喺上年嘅1月就已经做咗分手呢个决定。呢个系一个艰难而且悲伤嘅选择，但系都系一个出自对于彼此嘅爱同关怀而做出嘅决定。希望大家呢段时间能够尊重佢哋嘅私隐。新型肺炎肆虐，佢哋都话大家应该有更加重要嘅事要处理，好好照顾身边有需要嘅人。